开始进驻那个盗版站的第一天，然后这个是我刚抓完洛雷兽之后来了附近的一个五龙公园。那这公园很小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出超模，但是好像没看它出过，不知道会不会出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要来打这个黄色的库拉多。那库拉多的话，它是地面系的，所以我选用的队伍是这队。我的名字都取好了。它的能够克制地面的话，那就是用水、冰跟潮啦。那目前暴鲤龙因为可以学到新的技能攀附，所以它现在是非常好的学习虫。CP 又高，然后 HP 又多，攻击也痛，所以经过上一次改版之后，暴龙的价值是翻倍啊！因为大家可以学到一招叫水血，叫攀附，对，这也是这礼拜更新的事情。剩下一分钟开始啦，后面超冷的，还好我选到这个地方没有风，而且还有一个刚好跟墙壁配挡风，对啊，比较温暖一点。外面好冷哦，冷死了。好期待哦！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库拉图会这么早就开放。我本来想说可能会先从那个雷吉洛斯他们三大的那个魔像开始，然后再来就是阿迪奥斯、阿迪亚斯。结果没想到他直接技术大魔库拉图，哎，天啊！我真的有点太快了。然后库拉图这次的话，活动是从12月16号到5月15号，那这是日本时间。然后如果正确的时间的话，我会把它写在旁边。OK， 我现在看开的画面，刚好来得及赶上。库拉多，他的 CP 超高哎，无敌哎，不用说，直接交卷了。希望黄队可以多一点。哇，第一场就爆满！黄队人蛮多的，然后还是没有超梦卷，好疯狂的共估哎！我跟我女朋友都没有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3、2、1，唐纳多。欸，超大只的啊！我用水枪这个打它应该是超痛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边有个什么效果比较啊？糟糕，太痛了吧！怎么又假死的状态了？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效果比在跳。那如果库拉多要攻击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跳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按闪避是有机会的，不是吧？怎么又一个假死状态了嘞？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，这个，我快死完嘞、欸，但是可以，我的成龙，我成龙，我的成龙，我的成龙。他进一只秒一只是怎样啦、啊？哦，又秒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哦，打赢了！咦、欸，太难打了吧？他一招秒我一只、欸，我还满血、欸，七个金色曼莓果，6个厉害闪耀，1个特殊召集的卷，3个魔力碎片，太痛了吧！伤害量是零欸，啊不就还好，就是黄队的道馆。好，11颗球，来吧。这次的 CP 2264，超低，这是超低。2264欸，2264超低的欸，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然
然后今天早上我听群主里面讲说库拉多超远，我就来试试看能不能抓他吧。他的攻击是怎么样？我们先看一下，动不动。击我！怎么又错误了？你现在看到他攻击，我要怎么打？他说他攻击是不是很快？所以我是要趁他在他是咆哮吗？咆哮的时候抓他才是最佳时机。总之，那盖度变成太好了，欸，很大只，他直接把后面那个 CB 也挡住了啦。这只技能是龙尾跟大只豹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的 IB 真的蛮强的，只有70%，非常烂，很好，没关系。时间还很久，会慢慢抓一只就好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也想帮我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想看更多不用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我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